洒脱自在，跟爱大有能力。那你先讲年龄，看一下怎样大。那定在年龄内底吼，咱的心拢会变对一只年龄。啊，年龄不是咱要追求的，吼，咱追无一定，对，追求无一定当拥有的。啊，无法度拥有的，啊，咱就叫人家追求吼，咱的心内身内。就敢靠努力啦，心的无法度潇洒自在，所以讲咱的心要当洒脱，爱淡泊无力。啊，咱要达到无因缘，要知止回头，停止追求啦。迄名利富贵，活在一切在吼，迄拢是心花不息的，要停止的吼，袂使再追求啦吼，要回头。回归咱的祖先吼，咱在天上是，而且是什么？咱这种的。